为我们这一间房子跟大家种的果树啊不太一样，它是菠萝蜜跟面包果。因为我们原来的住户是敦睦舰队的舰长，所以我们的果树啊，它是从南洋那边带回来的。欢迎请进。房子啊，在日治时期，1940年起盖，在1943年的时候，完工。那时候这里是一个将领在住的，所以我们的屋顶啊的屋瓦有星星的图腾。战争啊，因为这里有被美军轰炸，我们这一户跟隔壁户是保留的最完整的。这边呢、啊，有军中有做一个那个屋子的编号。那在这边是我们的那个之前日治时期的一个卫兵哨，它后面是厨房。很有古味哦，这是我们特地保留的这个声音。那因为这样子的完整性呢、啊，会更棒吧。它这个是西班牙外观，和洋混合的一个混合体，所以室内啊是和式的一个建筑，外观是洋式的。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起造的时候的建筑精神保留下来，所以我们维修了最基础的一个设施，那把整个空间完整的保留。我是眷村子弟，对眷村的那个时光啊，其实是蛮有记忆感的。那原先的屋主他可能因为人口少的关系，他也就是没有增建，所以这间几乎是最完整的一户。在我们的屏风的正后方，有一个很完整的浴室空间。这里的所有的花砖、小瓷砖都是原始的。我们还跟前屋主的姨奶奶啊有联系，那姨奶奶开头的时候进来会有点点伤感，几次的邀约之后，她进来就会很开心，因为她发现说我们把她修的跟她想象的家完全不一样了，他觉得来是一个新的、不同的一个环境的感觉。然后他坐在后面的那个露台那边，那个跟我们一起聊天，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要常常过来这边玩。上面啊的屋梁啊非常的美，所以我们把那个屋顶整个打开，可以看到原始的竹编夹泥墙跟我们新做的。水泥墙它的交叠的地方，那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旗袍室，可以来挑选旗袍，只要愿意穿旗袍的话，它都有办法把自己放进旗袍里面。那我自己对旗袍也有特殊的爱好，那从年轻的时候就会穿旗袍当成是长服，尤其是南台湾的冬季的时候非常适合穿旗袍，穿起来蛮舒适的。我会希望说可以让旗袍啊变成是一种每个人都能够接触到，而不是有这么大的一个距离感。如果大家有这个机缘来到这里啊，请你们登座来这边欣赏一下我们自然的庭院，然后吹着微微的凉风啊，感觉是很棒的。我们很多朋友走进来之后都觉得说时光好像凝结在这个当下，就觉得说没有那个时间感，就是觉得说很舒适，然后很轻松。然后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，就觉得说哇，一年就马上过去了，这个空间让我有那种时间静止的感觉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来我家玩，里面请。做了一个仿旧的木造的结构，所以它会比较陡，比较没有那么符合人体的工学，但是这老味道就会保留得非常的棒。往上走就上面去也是整个的榻榻米的一个空间，那再结合我们当时也是日治时代留下来的透气孔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呢，原屋主他们本来是做衣柜，他把它整个封起来，我觉得它的穿透性没有这么的好。这个墙把它打掉，做半高的做吧台，它这样子会增加它的通风性跟采光性。
美军在轰炸日军的时候，他首先先轰炸左营将官的宿舍，我们这边就是其中一户被轰炸到的。所以当时我们轰炸这边是夷为平地，然后在1945年国民政府军撤退来台之后，就把它重新再把它盖起来，所以才会有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，它的建筑的风格就会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这边结合了有日式的风格，也有我们眷村自己盖出来的风格。现在我们来参观一下我们的房间。对我来说，不能早睡早起。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它整个绿地的覆盖率非常的高，所以它的分多金也非常的高。然后我们这个眷村最棒的是它有很多丰富的生态。我们这里面既然有猫头鹰，大家可以试想一下，在我们这个水泥的丛林森林里面，你要找到猫头鹰是多么不容易。我们竟然可以在这边看到猫头鹰，还有那个萤火虫。你住在这边呢，早上有时候是被鸟叫醒的，不是被闹钟，也不是被梦想，我们就是被鸟叫醒的。所以醒来之后，哇，很自然、很舒服的阳光洒落。对，这是在你一般的大楼里面是无法去体验到的。日式的那种榻榻米的那种推拉门的样式，对，那里面的话就可以是一个房间。我们里面可以看一下，像这边都是早期海军的铁床，它跟海军的置物架，对，它跟他们当时从国民政府军撤退来台的一些皮箱，还有这个铁盆。以前小时候的木质的这种小木椅，它就可以摇，现在还可以坐。那这个是我们 Sony 的第一台彩色电视机，唯一的一台，第一台。这个是我们以前早期的叫豆腐椅，它可以跪咖也可以坐。这边的眷舍其实都可以把它归类为历史的文物景观，希望可以让这样的眷舍可以再恢复重新原本的原貌。早期呢，它接管率可能没有那么高，那大家都会用一些水匣吧哦，来接到地下水，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方式，就可以大家不用再去井里面提水了。透过民宿，那我们也可以跟他介绍这个环境以前有谁住过，有什么样的历史的背景，可以透过这样的分享，让他们对这样的眷村的文化有一些粗浅的概念。所以我们还是本着说要分享眷村的文化，跟活化这边的历史的建筑，然后把这个空间跟没有去体验过的人来做分享。中天社会频道开张喽！想观看丰富系列报道，请上 YouTube 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看到中天社会 logo， 点进去就能开始观赏精彩影片。请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哦。如果您觉得还是太麻烦，赶快看这里旁边圆形的中天社会 logo 就是频道传送门，别怀疑，赶快点进去，首页就能看到五二小组系列影片，有会客室、老 Z 调查线、捐箱聊虾米、别阴阳、中部中心、白岛出任务、南部中心 BOSS 工作室，丰富内容千万别错过喽！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欢迎您一起来加一。